中国女篮的得分王终于诞生了，在场上百发百中，弹无虚发，统治力啊，让国际篮坛为之震惊。这场比赛呢，是中国女篮迎战世界排名第三的法国女篮队啊。大家都知道呢，今年的奥运会是在巴黎举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女篮法国队啊，作为这个东道主，会迎战四面八方来的女篮队伍，所以说呢，还是最后啊，应该是避免不了，与他们中国呀、美国呀，还有澳大利亚他们打比赛啊。所以说呢，这场比赛也是能够从侧面看得出来啊，双方球队的这一个整体的一个水平。现在场上呢是22-34，女篮领先12分。场上呢红色队服中国女篮，我们看一下阵容。对方打进一个外线三分的，王思雨、黄思静接球，强推一步，韩旭过来接应一下，3号杨利维。张茹往篮下走，抢到篮板没抢到啊！威廉姆斯控球推进，空位的三分，这球防不住。好的，拿到篮板球了，不错啊！来了，韩旭跳投得分，52分到手，速度很快啊！王思雨过来协防，杨立威追到三分线，被对方那个中锋啊挡拆了。哎，单打篮下韩旭封盖，好球！将这个篮板拿下来啊，但是裁判吹哨，给到韩旭犯规，对方拿到罚球机会。对方的替补席还在庆祝啊！看对方的罚球，好的，黄思静拿下篮板，给到王思雨。杨利维上来了，对，把防守吸引出来。王思雨抢下篮板。王思雨属于这种力量型选手，真有劲儿，敢打敢拼啊！漂亮，就这么打。韩旭接球，手递手想要给王思雨，对方缠得很紧。韩旭抬手三分球，感觉韩旭打得不错。对方控球，急速推进到篮下，还是一个传球啊，这球传不动。哦，打进了一个三分球，这个三分球太厉害了，现在是28-38，啊，还剩10分。好的，韩旭再进2分，现在咱们是40分入账。对，防过来。到中路过来协防杨利维，摁住对方88号，哦，把这杨利维给弹开了。王思雨摘一下篮板球，好球，韩旭，漂亮！对方拉人犯规，裁判直接吹哨了。28-40，12分的优势。对方确实动作比较大，王思雨下来休息，武彤彤上场。对方这边也开始换人了，第二节还剩6分钟，杨立伟防出来。哦，好球，张茹来了，张茹抢威廉姆斯的球，漂亮！张茹的速度确实快，看这是回放啊。已经是预判了对方的传球，然后呢是截断了威廉姆斯的接球。潘天奇和武彤彤防守在三分线上，韩旭再扑上来，这个球是造了犯规啊。这个球是吹潘天奇的犯规，对方那边是连续换人，对方的教练也是给威廉姆斯指导一下，这个球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把球发出来，中锋上来挡拆，杨德威防得不错，威廉姆斯单打篮下抛球入网，对，他得想自己得分，你自己得了分之后啊，才能是不是起到一个传承分球的作用，球被断掉了，对方打反击，
这个球裁判吹哨，对方踩线了，还是咱的球权。把球发出来，杨利维控制球，先过半场再说。韩旭过来接应一下，张茹在底角，要球没给到。威廉姆斯现在是紧防住了张茹。好球，潘天奇走出空位了，抛球不中，没有篮板球。现在场上是拿到一个12分的优势。好，防出来，武彤彤被挤回来了，打内线啊！裁判，时间到了，这个球，裁判是判给了咱的球权。韩旭下去休息，刘如上来，双方暂停，杨立维控球，小宝手里手再回来到内线啊，这球出界了，咱的球权，对方也是打断了咱的进攻节奏啊，武彤彤很着急啊，你看看谁来接球，给到小宝。杨立威这个球被断了，哎，张茹抢回来，漂亮，14分。张茹真的是眼疾手快啊！被挡拆到三分线上了，对方罚球线跳投得分，这球还得加强一下这个防守端啊！来看杨立威，裁判吹哨了。又吹的犯规，吹了法国队的犯规，咱的球权，进攻端继续。武彤彤下去休息，李梦上来，现在是杨立维、潘连奇、张茹、李梦、小宝啊，咱们的阵容，来看对方的边场球，32-44，12分的优势，抢断回来。杨立维控住球打三分吗？没有。现在处于一个分球的角色，杨立维现在是啊，把球分出去。来了，潘天奇打三分。哎呦，张茹赶紧起来呀、啊！对方打反击了。威廉姆斯。接下来看这个球，现在是32-44，12分的优势。咱的球权发出来，现在杨立威控球，小宝上来要球啊，对，手对手传一步，黄思静、张茹得对往外线吊球，把威廉姆斯吸引过来啊。李梦打了个三分球，47分，漂亮。李梦关键时刻解围啊，这三分球太解气了。对，小宝把对方中锋卡住位置，不让他进来抢篮板。威廉姆斯大概率还是要传球，他投不了。对，还是要传球的，一定要防住他的传球。杨立威快推到篮下单打对方。好的，黄思静再来一个三分球，50-34。被挡拆，杨立维追过来，对方的急停转向啊，速度太快了，一个高抛三分，哇，这个三分球进得很隐蔽啊，看不出来啊。好，小宝内线强打，高手不中，威廉姆斯抢篮板把小宝给摁倒了，这个球不犯规也得是咱的球权啊。哟，给了法国队的球权，张茹的前场防守，李源和王思雨都没上来，李梦防住底角威廉姆斯，武彤彤赶紧起来吹哨，对方走步了，咱的球权，最后的48秒，裁判看得很清楚，黄思静把球发出来，武彤彤对转向，小宝来要球，
还是给他，哎呀，穿不动了，差一点点。李梦拦下，反手上篮，漂亮，李梦啊！关键时刻还得是李梦啊。52分，对方传给威廉姆斯，看最后的一个投球，我通通打个这，你看被挡拆掉了，3分球打中，40-52还是12分啊？这个第二节开局也是12分，最后也是领先12分。好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